容易打出知名度，你要自我虔诚。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你的粉丝说？你把彩蝶也牵扯进来了、欸。你有吸食吗？性感蛇姬难道要变成毒蛇姬了吗？台北警方获报，大安区和平东路一栋民宅有人在吸毒，结果到了之后门一开，这个女的岂不是性感蛇姬林彩蹄？警方一查，发现除了林彩蹄，现场竟然还有她的歌手男友胡瑞儿。我要送你这十九朵玫瑰花，我被求醒来为后一天。那现场我们也查过大麻一包以及大麻的吸食器，而且已经承认吸食大麻。哎，拜托几位，调查局就在对面呢，在客厅有查获。胡姓及邵姓的男子，在吸食大麻。另外一名男子他是在房间里面，另外那个女的是在客厅在看电视，他是说，因为他长期的失眠压力大，染上这个吸食大麻来舒压。另外两名在场的是否认但是经过他同意以后，我们都有采样。至于林彩蹄到底有没有吸毒，等验尿结果出来就真相大白。突发中心陈建伟、石博旺台北报道。